太好吃了，还是想吃炸鸡腿，让你在家做干净又卫生。首先鸡腿中间划一刀，敲打几下，方便入味。葱姜蒜、料酒、生抽、蚝油、盐、抓匀腌制入味。碗中打入一个鸡蛋，用筷子打散。好吃的关键是这个炸鸡果粉，先裹炸鸡果粉，再裹鸡蛋液，再过一遍炸鸡果粉，抖出鳞片，六成油温下锅，炸10分钟左右，炸至金黄酥脆即可开吃了。学会了，再也不用去外面买了。